本港新增2008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，核酸检测确诊嘅有7966宗，另外12116宗确诊人数突破咗100万大关。新闻时间。新增超過30000宗確診，同埋再多200多人離世。衛生防護中心話，衛生強檢發現嘅陽性，其實唔使擔心喎。我哋打咗針係會增加免疫力噶嘛。係咯，我哋又食生果又做運動，唔使驚啲咩。嗱，一人一碗湯，飲曬佢，增強免疫力啊嚇。OK。啊，你又要多碗？我都要。每日朝头早咧都要做检测啊，知唔知啊？知道啦，安婷。喂，家姐，你几时翻屋企啊？我哋有同事咧中咗招啊，我要留低喺度帮手顶间照顾啲小朋友啊。但系你已经连续喺家食10多日啦，你要照顾下自己身体啊。哦，你放心啦，冇问题噶，我帮啲小朋友执埋啲通告啊。翻学嘅嘢之后咧，我就放工噶啦。我哋一阵可以睇日落，呢度出名系睇日落噶。呢个景简直系正啊！